啊，这只宝宝1.3成长，1650的工资。老板说这只宝宝全红或死，我教会的是你们打出的方法。明白。投铁粉丝找老王，打超级品出奇避雷，连击神技全是坑书。王哥不惧艰难，上演教科书式打书。第一本书打啥？打夜战，因为夜战连击静台是冲突技能，你跟连击冲突，你凭什么不打夜战？就让你们眼睁睁看着什么叫做冲突未覆盖，夜战掉连击。所以说冲突的技能不一定掉，还是1/8。真没面子。能要强力先要强力，斗着夜战，强力在夜战的位置，掉了前排的吸收或者烈火。有没有东西吧，兄弟们？不会有人觉得我打书真的是一点都不会吧？刚才我打书预测的那段循环播放，那我们下一本书要打的就是偷袭和必杀，必杀比较稳，我们还是不挡，一个这儿一个这儿，爆，明思啊啊！你这只宝宝打的是出奇避雷永动机，出奇掉了再说。如果你打明思会跟的话。不合理，万一掉了出奇还能改高连，你打明思会跟到时候还打掉啊？我的意思你能听懂吗？就是咱们不把路走死。兄弟们稍等一下，老板 CPU 在运转。好，等会儿吧，好，等会儿吧。来插播一个资源啊，老板的11次摇钱树苗，摇钱树苗是最普通的啊，每个人都能玩得起的资源啊，但是小的资源也能爆发大的能量啊。摇钱树苗30万必得特色令牌是一种什么体验啊？对不对？摇钱树苗他必须得特色令牌啊！最近在收号，有要回坑或者快速脱坑的可以来问问，说不定就能帮到你了，多问问也不吃亏啊。采果那都是垃圾啊，特色令牌，而我要两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金刚定魂，给我离远点。魔兽要诀也来了啊，超级金柳路特色令牌2×，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，学会了的兄弟们扣个一啊！这也太过分了。夜光珠，好家伙，这哪是摇钱树苗啊，分明是许愿发财树啊！这树苗奖励真是时运垂顺如春风，福祉丰盈似秋果。第三个特色令牌，哎呀我去啊，打它就是玩，划它就是船啊，这仨特色令牌就是花俩钱啊，总共30万游戏币，全是奖励，公屏爆炸了啊，全都是恶心和问号。好了啊，三个特色令牌的摇钱树苗啊，现在玩梦幻西游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啊！气死人了，真是吗？这只宝宝，咱们就把基础的输出技能打完，咱们先别打明思和慧根，万一掉了出奇还能改高连，你打明思慧根到时候还得打掉。所以说，无论怎么打高连，我就上这本偷袭，这本偷袭上完主输就全了。如果连击干掉，我们直接就用。兄弟们呀，要成了呀，连击怎么处理？直接上壁垒干他吧。王哥大叔又是挺厉害的，思路清晰，从不墨迹，熟练技艺如行云流水，精湛技能如琴音悠扬。靠，兄弟们，连击不掉没法用，刺激的来了啊！连击不掉没法用，被硬生生的逼成了悬红。我有一个方法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你连击的时候只要带的是上个套，出奇照样发挥作用。可不敢胡说 啊！所以说老板，现在我就觉得不需要考虑宝宝的保值性了，因为你连击不掉你没法用。我觉得我要上明思了，你怎么看？明思和慧根都是后排技能，明思和慧根全在这儿，吸血在这儿啊，打打行，那我就上明思了啊，我就上明思了。明思在出奇的位置，不挡了，上明思了，直接前推，强力出来，炸！我靠，老板没有办法了啊！我觉得你现本书打慧根，然后你套装带高级吸血，或者是高级感知，或者是高级驱鬼，都随便。这宝宝不用打高敏啊，兄弟们，真正的打出开始了，公屏开始立 flag。如果老王能打成地雷出奇悬红，那么我就特别难受。虽然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，但王哥打出成功更加令兄弟们难以接受。差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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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一点。小脑斧来连击掉，连击掉，这只宝宝不用考虑啊，就是掉啥补啥技能，连击不掉用不了啊。兄弟们，见证悬红八技能出袭地雷，3、2、1，炸！卧槽，牛逼！截屏了吗？1.3成长，1650工资，出袭地雷，完美技能，顶级六内丹童子，老王操刀，一气呵成。贵书都没循环过，循环便宜书那也不算循环，这是狗托吗？这是几率吗？那有技术的啊。